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尺度越大越好，连拍电影都喜欢大尺度。超尺度的梦想在我们过去发生了很多，比方说有个很伟大的建筑师，他叫柯布西埃，学建筑人都知道，他曾经认为巴黎应该有个超尺度。大家觉得巴黎好不好？巴黎是这样的，直到今天巴黎没发生变化，但是柯布西埃认为巴黎不好，拥挤、脏乱、不整齐，巴黎应该发生改变。因此他提出了巴黎是这样的，拆除所有的巴黎，剩下塞纳河，因为河是没法拆除的。这样的城市好不好？当时他认为这叫光辉城市，高楼林立，所有的汽车都可以自由地跑，上面人自由地行走。这样的城市呢，巴黎的市长不听，巴黎的人民不听，我觉得巴黎觉悟太低。巴黎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这个活动呢，这个倡导呢，影响了全世界，非洲、亚洲、美洲。因此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光辉城市终于在中国实现了，是这样的。这样的城市好不好？非常好，因为很贵，大家在座的很多人买不起。但是超尺度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做不到的变化。当然有一栋楼的时候不是这样，超尺度就会变成这样。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超尺度的研究。大家觉得这个楼不认识的请举手。没有，这个楼的尺度很大，但是我觉得它的形象不符合我们喜闻乐见的特点，我尝试着能不能改变。因此我觉得这个以它为单元，建筑面积555万平米，高度234米的这样的建筑，我给它组合一下，把它的喜闻乐见的特点表现出来，靠在一起是不是更安定一些？如果很多同学觉得靠在一起还是不好的话，我连在一起，这样的感觉的话是不是更稳定？但是很多人觉得不够高，因此我们把它八面玲珑，这样好不好？这样更好。如果把它全部组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聚构的话，我们的地方会空起来，柯布西埃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因此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它做起来，做得更大。我用800个这样的基本的单元做了这样一个超尺度的梦想，形成这样一个作品在展览，总高度1872米，总面积4.4万万平方米。可惜的是我没有钱。在座的有没有钱？我做了个2500分之1的模型，在北京、在深圳展览。下一回如果成都愿意的话，我在这展览募捐，希望有一天能够改起来。但是我作为一个照明设计师，我实现了我的超尺度梦想，在一个大尺度的城市里面，用光做了一个超尺度的实验，就是青岛，我们做了一个福山湾，把整个城市能够点亮起来。这个尺度够不够大？一到夜晚，海里是灯光，天边是灯光，一片欢腾。青岛人除了哈啤酒还要看夜景。这样尺度够不够大？当然这个大尺度下小尺度它注定会消失。大家看一下大尺度的震撼。给大家，我小的时候买不起电视，等我上学的时候听说有21摇这样的电视，后来人们喜欢把电视组合起来，我把城市做成一个电视不是更好吗？这样不是更伟大吗？所有城市都动起来的时候，这个震撼呢带给大家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王菲都在高歌，我们可以任意的来操纵城市，让城市由我的想象去腾飞，让城市在我们的灯光下做得很热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蔓延，在上海也可以看到，上海也是点亮灯以后，大家发现它也会亮起来，也是超尺度的表演。当我们到了深圳以后，来了都是深圳人，我们都落泪了，我爱你中国也点亮了。下一个就是成都，广州的灯光秀，本来想开幕节少来一点人，15万人都在等着都要入场，因为人们喜欢的是超尺度。那么这种尺度实际上在各个领域都在蔓延，
比方说互联网领域，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就是超尺度的。我们看单车，我小时候买不起单车，很贵。但是现在，我上班的时候，1980几年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中国是自行车王国。我说那错，现在才是自行车王国，随便骑，这就是自行车王国。因此，超尺度的背后有超尺度的结果，谁也预料不到结果是什么。我每天早饭以后，骑着共享单车到单位，到单位门口发现，饿了吗？为人民服务。我说没饿呢，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取消食堂，准备做这样的理解，这样的行动，最后吃完以后发现剩下来的东西跟吃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这些东西哪里去呢？过去的老人吃完饭以后把饭碗带到坟墓里，2000年以后打开一看，文物。现在的垃圾到2000年以后打开一看，塑料。也许是文物，但是太多了。因此能不能寻找恰当的跟环境的对话方式？我发现枯山水挺有意思，老和尚没事干，心情好的时候非常平静地做一幅山水画，心情不好的时候波涛骇浪，但是枯山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的地坛，古代的帝王拜会的时候就是烧香，烧完香说下雨吧，烧完香说丰收吧，仔细一看田地里虫子该吃还是吃，丰收还是没有。今天可不一样，下雨吧，不下雨，人工降雨。因此我们对话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过去我们对自然是没有伤害的，今天的伤害很大。我和同伴们到威尼斯看日出，结果在一个离岛上没看到的时候，拿一只手电哆哆嗦嗦的照亮，做一个海市蜃景，大家在海边跑。我发现一只手电的力量相当于一个岛。我们跟同事组织了一次讲演，一个讲演发现一个建筑没有钱盖窗户，后来发现建筑为什么要有窗户呢？在这里面上课，风吹来雨打过，有阳光有雨露，一天到了晚上开个灯光的 party， 让学生把天打亮，手电撤走，2个小时所有的活动结束，一天的讲座完成。我们对自然没有损害，建筑仍然没有窗户，当然建筑没有窗户主要是没有钱。在建筑尺度下，我们在做照明的设计的时候，我想要关注空间和人。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建筑，这样很著名的建筑，我用光怎么去表现，我想到了以后，这样的表现方法是非常好的，在很温暖的屋里看很冷的室内，很温暖的颜色对冷的室内的时候，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建筑，用我们的专业方法来诠释它，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达到的效果发现就是一个冰天雪地看到里面非常非常的温暖的这样一个形象。我们用的光很少，我们在事业的时候发现不要用那么多光，打一半就足够了，这样形成的感觉立体感非常好。人走过来沿着光走到屋顶上，沿着光漫步，有人有光，非常贴近人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更好？因此我们在探索在近人尺度下能够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不喜欢坐公交，但是没钱没办法只能坐公交，公交也可以像五星级酒店一样很讲究，在公交上我们加入很细小的光，你发现公交车站是不是很高级，以为到了五星级酒店的，来的却是大巴，不是劳斯莱斯。但是这样的改变对我们的空间环境是不是发生了很好的变化，在近人尺度上改变比大的尺度更好。因此我们做一个街道的时候，用专业的方法，我们沿着人的方向走，地下有船我们打量，2楼有人在看船啊，3楼也有人，用光来指路。当船划过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台阶，孩子要玩的时候要看清水不要掉进去，船过来以后看清桥，自然形成了月亮门，在我们近尺度上创造一种风景，我们是切切实实能够感受到的。一个微小的光有时候创造的景色我们可以思考。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很焦虑？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知识太多，自己掌握太少了。因此我们回归到一种很静的感觉，创造新的思维方法。我去马赛的时候发现马赛挺有意思，既然创造光很难的话，我用小的尺度，一个大巴里面，坐大巴的时候我可以喝酒，可以跳迪斯科，还可以谈恋爱，这样的大巴谁不愿意坐啊？我们为什么要坐普通的大巴呢？这样的大巴非常好，中国是不是来几台，尤其成都。
关注脚下的东西是我们每一天需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有人说，我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我非常讨厌这句话。70亿人都改变世界，世界怎么办？世界同意了吗？高山仍然是高山，流水仍然是流水，草原仍然是草原。人活着改变世界，草原没了，冰山没了，我们改变了好了吗？我觉得改变是好的，但是改变多了不好。因此今天叫光的尺度，因此尺度要有十度。什么叫专业？就是在十度的状态下我们做好专业。我记得下围棋的时候，这个围棋手已经优势了，优势了多少？一目半。因此专业是非常细微的尺度，我们永远处在大尺度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难受。我们需要回归到一个非常细小的，跟脚下有关，把温暖的光布到脚下，布到身边，把冷的光跟天进行呼应，哎，这样形成一个环境，我认为是舒适的。现在全世界的所有城市都有光有关系。以前大家不知道照明设计师是干什么，我们这个职业2006年国家正式认定，非常年轻的一个职业，但是年轻的职业也在超尺度的改变城市，希望大家关心它，永远看清脚下，走得稳才是我们未来的路。谢谢大家。